赶快赌嘛，叫台湾国啊！你不爽，你国家弄得强盛一点啊，弄比其他那些什么理事国都强啊，人家就让你改啊。现在是拳头讲话的时代，好嘛？那台湾多少人要参军，要参政，笑死人了！剩四个月的兵期，你跟我讲你要台独，台独要打仗嘞、欸！我之前就说了嘛，要不要打仗？现在说要打仗，全部把兵役恢复成两年制的，所有人没当两年制的回去补兵役啊！要不要？敢不敢嘛？不敢啊，没选票了。要去吃苦的时候，你们都读不起来了。台独要打仗的嘞，要跟阿六打仗嘞，要去跟大陆输赢嘞，你要不要输赢？没有嘛，讲到这个又没有了嘛。我从小到大，我的身份证上面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国旗啊，我的国旗就是中华民国啊，上面就是我的身份证上面就是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我没有党啊。我小时候到大，我去户政事务所，他就是给我这个啊，啊，我护照上面也是这个嘛，啊，你说这个是党徽嘛？哦，那有办法，你叫他改嘛。这个不是，我也希望他改啊，台湾国啊，但是要吃核弹、吃飞弹、吃子弹啊。现在吼、哦，有钱赚啦，还有饭吃啦，哦，整天在那边政治狂热啦。等到你有一天吼、哦、没饭吃的时候哦。我看你怎么狂热，什么台湾国，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在台湾生活嘛，不要用中华民国新台币嘛，你不要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用这个嘛，这个很肮脏啊，这个上面写中华民国，这个、很肮脏，这个很脏，这个是脏钱，你不要用这个钱，你要用台湾的钱。军队，没有军队你就不是国家啦，我们的军队四个月啦，进去干什么？学成棉被啦，学扫地啦，学怎么吃饭，学怎么大家一起洗澡啦，没了啦，哦，开几枪好了啦，出来的啦，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啦，为了选票啦，一直捡义旗啦，没有人愿意当兵啦，没有人愿意保卫国家啦，这就是台湾啦，政治人物搞烂的啦，哦，你组你台湾政府组嘛，组一个志愿役嘛，为了台独，然后加入军队，然后提枪上阵，保卫国家，当志愿役，干的，来招募，没有嘛。你又不愿意吃苦，你又不愿意拿枪，你又不愿意当军人，你什么都不愿意，你只愿意躲在后面说真话做真事啦。现在拼经济啦，不要老是搞那些有的没有的啦。